Hello， 我是台湾天韵合唱团的雷克斯，很高兴呢，这一次呢能够在4月1号开始有一个新的广播节目，跟新加坡远东电台的一个新的节目，叫做咖啡绿茶60分钟。那我在当中会负责一个节目叫做动人的声音，在这当中我们会介绍一些从台湾天韵合唱团所创作的一些歌曲，还有背后动人的生命故事。你没有在我需要同伴的时候，盼望透过这些广播的节目呢，能够在空中与新加坡还有马来西亚还有印尼地区的朋友们在空中相会。那播出的时间呢是每个礼拜三的晚上7:30啊，这个是在印尼，还有在8:30是新加坡还有马来西亚。动人的声音，我们到时候见喽。